每年的拆大轿的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上海美女云集在这里的时候。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呢，所以今年的拆大轿呢，现场跟往年有一些不一样。玩大的博物馆。你好，这里是玩大的博物馆，我是佟馆长，我是伟哥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由我们来大家看一看2021年这个不太一样的 China Joy， 好吧，来跟我们走吧。China Joy，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，南方的朋友简称 CJ， 北方的朋友简称 C 勾 C 勾。那么馆长是老 C 勾人了，11年的游戏行业从业经历，让我充分对比了美国 E3、德国科隆、日本电玩展与中国 CJ 的区别。怎么说呢 ？E3 呢更注重游戏的发布，科隆更像玩家聚会的平台，而10年前的 CJ 更像是受够们称其斗艳的舞台啊，无数摄影大雅长枪短炮忘我的创作着，各种 coser 的着装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而对于当年的我们来说，一天逛下来可是需要营养快线的。终于在多方的抗议下，新政策规定了严格的着装尺度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从此以后馆长就很少去 CJ 了。那么今年的现场，由于疫情的原因与严格的核酸政策，现场失去了往年的热闹。哎呀，但女孩们并不见少啊，她们纷纷戴上了口罩，支持着这次抗议的行动，绝对是一场奇特的体验。那么馆长也将这次难得的奇特经历记录了下来，给大家云逛展一下啊，希望各位一键三连。如果说10年前最大的变化是逛展不再需要营养快线了，那么这几年给馆长最大的变化就是包容性。以前各种游戏大厂、舞台活动与周边领取决定了人流的走向，而近两年电竞、硬件、周边平台的展位已不再稀奇。今年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 CG， 我甚至会觉得是一场车展。甚至很多的桌游、集卡类的展位都比游戏展台热闹啊！谁能想到我竟能在 CJ 的现场体验拆卡的乐趣？馆长牛逼 ！CJ 对 ACG 文化的包容性增强了。但是最让馆长欣喜的是 ，CJ 有了玩具的展馆，甚至我们认识的各大厂牌几乎都参与其中，无论潮玩、通贩魔玩还是玩具收藏品，都能在这里逛到。没想到游戏展上啊，也能和很多我的观众粉丝们互动，大家非常的热情，让我瞬间在这个紧张嘈杂的会展上找到了内心的舒适与从容。那么大家跟随着我的脚步，一起去寻找玩具的乐趣吧。玩具的展区呢，不需要任何的舞台的活动啊，受够的吸引，依然可以有大批迷友趋之若鹜。这和以前的 CG 非常的不同，也足见 ACG 文化在当今人群中发生的变化。以往会展啊，大量的人群让人根本无法慢下心来体验。那么今天特殊的情况，人流的减少，我们要好好的逛一个特殊的展台，一个 WF 根本排不进队的展台 ，Queen Studio。每次他们的展品呢，都让人流连忘返，囊中羞涩。还记得2年前的一次会展，我扬言啊，一定要把洛基带回家，给他幸福。现在钱是攒够了。而人却再也没有了，这就是魔玩收藏的无奈呀。而今天命运却给了我一个惊喜，与虾米的偶遇呢，让我有幸的在他的直播里做客，成为一个彩蛋。相信和虾米一起逛展呢，对很多的胶佬来说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但我却不这么想，因为经常呢会遇到观众过来说啊，哎，我很喜欢二位的节目，馆长麻烦你拿相机给我和虾米合个影好吗？哎，Mark44 反浩克真的很大，在他巨大的阴影里，我活在当下，成为一个彩蛋。
但是我和他的喜好呢十分的接近，最喜欢的啊都是这个安妮海瑟薇的猫女，硅胶直发一比三啊，无论体态神态不完美的还原了贝尔版猫女最性感的一刻。只可惜啊，一开预定啊就售完了。 QS 在 DC 的作品中呢有不少的佳作，去年火透了 WF 的小丑像，有幸近距离仔细的观察欣赏，塑形之外呢，完美的设计啊让雕像作品有了更有味道的故事感，让我们的藏品更上了一个层次。馆长见到了灰魔与样品阶段的达克赛德，原来他的头这么大。当我问起工作人员啊是否也是硅胶皮肤的时候，他用非常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那么在诸多的作品中还有两个雕像啊让馆长非常的着迷，尤其是狂笑蝙蝠侠王座，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细致入微，可以说是百看不厌。而且在雕像的背面还有着故事的诠释，希斯莱杰是永远的经典。这尊一比三硅雕像保留了他少有的素装镜头，据说啊他的服饰是用真实军警部队的这个服装材料制成的，旁边的一比六啊是为囊中羞涩的馆长准备的缩小版。那不同的是呢，他采用了焦发，但是和兵人放在一起就很协调了。现场呢也并不是只有上万昂贵的雕像啊，也有不到2000元的入门级作品啊。这个蝙蝠侠的刻画呢馆长就比较喜欢了，同样呢还有其他的潮玩类产品，这些可能虾米会更喜欢吧。我呢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猫女啊，但据说是限量版，所以这个并没有送给我。后面呢就是漫威的作品了，一比二的钢铁侠马克一，纪念着一代漫威传奇的诞生。当年12寸冰人钢铁侠的诞生啊，让大众对玩具的精美与售价有了新的认识。那个时候啊，觉得要是能收集钢铁侠的冰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，而现在看来，连一比四的雕像啊都在按型号出了呀，难道真的要把啊雕像也出齐吗？最后压轴的是舞台上的一比一硅胶小丑全身像，希斯莱杰啊 YYDS 啊，只有你配拥有这样的牌面。这是一个完全按照演员数据啊还原的作品，完全超越蜡像的还原与做工啊，在他身边就和真人一样啊，感觉有十足的压迫感，而这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这里玩大不管通关长啊，刚刚在那遇到大家，我是被误认为通关长，通关也能换吗？绝对不可能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们在比比较。我来。史迪西奇了。十年前的 CG 还是一个要靠美女来博眼球的展会，而十年后它已经越来越包容更多的 ACG 文化产物。十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今天会有机会拥有如此精美的收藏。文化在包容，群体在增长，技术在进步，而且进步的越来越快。下个十年我们根本无法想象，无论游戏还是收藏都让人充满着期待，而我作为一个记录者会一直陪伴大家到那一天，一起分享喜悦。OK， 那么这里是玩大的博物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